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同我哋讲中游，个国家经济有咩用啊？同啲外国人讲啊嘛，我哋就算日日攞嚟冲凉，都消费有限啦。你就讲得啱啦，全世界嘅人日日都系攞中游嚟冲凉噶，因为中游系世界上消费最大嘅植物油。我哋食嘅、饮嘅、茶嘅、洗嘅，都系有中油嘅成分。如果我哋自己本身都唔去了解中油嘅好处，我哋又点样将马来西亚嘅中油介绍俾全世界，以促进国家嘅出口同经济呢？一起学，一起问，新年新学问。